选址。今天啊，是带大家好好转一下。我的这边呢属于传统餐饮区，那再往前呢就是智慧餐饮区。我这边首先注意到了这边有一些那个好像机器人。大家没有这边看。这个麻辣烫设备呢是8个灶，那每个灶在它取餐之后，从点餐之后到取餐只需要6分钟。那这里一共有六个下菜，那一共五个灶，从点菜到拿到只要7分钟的时间。那我们这边一共会提供3种不同的菜，包括有我们的鸡块饺、猪肉饺，还有这边面素食饺。这个饺子我昨天试了一下，我个人觉得还是蛮好吃的。我们这边面导和面，从面粉到面只需要9秒钟。整个现场最引发我的关注的就是我们旁边，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过去，就在各个记者的头顶呢，它有一个云轨的一个送餐的机制。那这个片区呢也是最近中外记者打卡最多的一个区域，因为它是一个智能的炒菜区。然后这个炒菜区呢，在那个机器人制作完成之后，它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空中的云轨，然后自动的辅助到我们下来，然后让我们那个完成一个无接触的过程。我们这边一共有18口锅，然后每一个锅它都是采取一锅一菜的形式进行烹制。在煮好之后，它就会通过一个上菜机送到上面，然后由我们的 AGV 小车去负责运送。餐桌上面都是有这样一个防火的标识，就相当于是每个人见到的时候，就是餐厅呢还有一些小的档口，以及我们的这个智能调酒的机器呢，我们的智能小吃档口。那智能小吃档口的话呢，它能提供我们的经常会在快餐厅吃到的炸薯条、炸鸡翅，还有一个炸春卷这样的一个菜品。那在它的旁边呢是我们的智能汉堡档口。那智能汉堡档口的话呢，它只需要在15秒就可以制作好一个汉堡了。还有一个智能的装置是我们的这个调酒台，这里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智能的酒吧区。这个机器呢就是我们的智能的调酒台，接单完之后，这个智能机器人呢就会根据你的需求完成一个机器人的那个调酒。应该是日本媒体和韩国媒体最喜欢的一个大是电动快捷的。那在云里面上上地面就是，就比如我们的船员，各国媒体来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开心的吃完饭，然后最后就带着一份美好的离开中国，到他们自己的国家。